我就打在地上，然后就跑过去，然后就流血。那就是你。怎么上去？来，慢慢来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这边也可以吧。我们就在第七车厢，就大车厢来。这边已经脱口了，气跟白。啊，听到不了，听到不了。我只转给你，再讲，够。行，别动啊。 他没有，是两旁没有路走完，所以一定要查到那个路口，然后再这样，没有办法过去。麻烦先生，带你们，请我的流血。不过经过八个，然后整个车子都停，然后都往前倒。然后他们乘客是用心，麻烦先生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是冠英啊，对，先生，来，先就是那个摄像头。从乘车溜了啦，溜了来多冷。我上去。来，好，慢慢来。